油，冻柠茶少甜，奶油多，餐蛋治飞沙走奶，有香港人的地方就有港式茶餐厅。主持潘启迪、何亨、彭彭。哇喂，今日咧，我哋多咗主持啊，嘉宾贵宾最重磅嘅小贵宾啊，小主持。心安定咁你一講咧，佢就鞠躬噶啦。哦，快啲翻去鞠躬。咁啊，絕對係日本風喎，呢個係咪啊？叫做一同佢講早晨嘅鞠躬。哦，食飯一食飯咁就拍手。哇！食完飯拍手鞠躬。喂，你點樣教佢幾多語言啊？你而家幾多國語言啊？真係聽嗰啲YouTube 上面有嗰啲兒童嗰啲嘢咧，咁就係英文咯。係。咁所以一聽我就識講嗰、那個咩 Coco Melon 嗰啲，就把咁咩佢就佢 up and down 佢就識得啊 up and down 咁。up and down 咁樣。bling bling 咁佢。嚇英文同嘢啊。係啊，乜鬼嘢佢都係啦，乜鬼嘢都識啦咁啊。系拎翻出去呢條友仔，系，因為今日係點解會有啲咁嘅狀況咧？就是、因為尋日發燒，應該係前日同佢出去玩嘅時候咧，就見到乜都對落嘴啊，成日本身都身體都燒咗段時間嘅啦，嗰啲唔知咩，反正又染好多菌啦，咁啊見到石仔又咧兩兩下，即刻咬啊，咁啊好啦，咁啊依度啲規矩就係因為你。發燒啦嘛，發燒就喺醫院去 check 會唔會傳染性嘅？咁如果傳染性有，但係唔係嗰啲嚴重病菌危害唔大嘅咧，得噶啦，就喺屋企停一日，即係冇燒嘅時候就停一日，就可以翻去幼兒園噶啦，係咁樣樣咯。咁啊，所以今日係停一日。咁點知今日停一日咧，就理論上咧啲老人家喺度咧就睇邊個帶一陣啦。咁點知咧，如果三個老人家全部趯曬翻去大陸。聽日先翻咁啊，就係咁嘅空檔期，佢要困住喺度。都好啊，我覺得即係帶回翻我哋嗰種即係兒時嘅回憶啊，即係咧。人手唔夠，又嗰陣時香港冇咁多，即係當然有啲啊阿姐咁樣嚇嘛，即係所以唔加啲馬姐咁啊，但係嗰啲大户人家啦，係嘛，即係中產以上嗰啲人啦，咁啊跟住即係外佣未，我細個嘅時候仲未嚟噶嘛，即係未有呢一個嘅方便咧，就阿爸阿媽邊個得閒一間，總之小朋友唔舒服帶佢翻工咯，即係佢以前嗰啲製衣廠都係噶，俾個一定有每日有幾個嘅，即係嗰啲廠超過一千人嗰啲咧。實有幾個小朋友，即係當然嗰時冇咁有一個系統地，又話咩有兒童區咁樣係嘛？即係放咗喺我哋食飯嘅地方咁啊，周圍騰，周圍咩咩咩咩咩啲啲嗰啲咁。但係咁樣，我覺得咁樣好有個好處，即係咧而家時興有一個就係叫做即係啲小朋友咧，因為受到溺愛嘅關係啊，即係嗰啲叫做五感啊，冇乜新鮮感，個五感得一感嘅啫，就係電子商品。其他啲都好少噶嘛，咁你話譬如一帶一帶嚟，咁啊喺個鏡頭度望住我兩位 uncle 係嘛，跟住啊點解佢哋講嘢媽媽，點解講嘢媽媽咁啊，咁啊起碼即係喺視覺上、感官上下已經多咗個刺激喎，咁樣我覺得好啊，你一間咦咁啊唔緊要啊，俾人大家啲天真嘅聲音啊係。冇掟翻出去咁啊，隨便拜拜，我哋都係講翻我哋啲。唔係，講多兩句先，因為今日咧小把呢個彭彭小寶啦，彭小寶嚟咧啊，真係要講多兩句，因為點解咧？係好羨慕佢啊！亦都好有興趣睇佢繼續嘅發展，因為點解好難得咧？就係咧，阿爺阿嫲嚇、阿公阿婆嚇、父母嚇都喺曬度，仲有家姐啊咁啦，即係佢每日接觸嘅人。每日接觸嘅人嘅年紀、語言啊、樣貌啊，各樣嘢都咁多姿多彩，佢真係吸收得好快。
而家咧就真係對住個工人嘅啫嘛，即係我嗰個啦嚇，即係我嗰就係對住個阿姨嘅啫嘛，係咪嚇？父母都唔都翻曬工都見唔到噶嘛咁。咁所以咧學嘢爭天共地嘅。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英文又可以喺手機啊、電視啊咩睇啦，係啊，普通話、廣東話嚇、日語，哇喂！自細就咁樣嚇，四方八面去培訓佢啊！唉、哎，呢、這個真係呢、這個成長係我都有個感覺就係、是、同工人大係差好遠嘅，同埋日本呢度係好貴嘅，因為佢哋每日都會帶啲小朋友出街，係、嗯、每日都會即係好似賣仔咁揾部車一籠推住咁啊就。送攬行得嗰啲就係啦，好似賣仔咁推推出街，咁啊推佢去啲公園玩，佢周邊好多公園，每日輪住玩唔同嘅公園。嗯、玩嘅時候好似佢哋咁樣撒池，見到沙啊咁，就知道啊呢啲沙唔可以撒其他小朋友，咪啲沙入眼啊，要拍手啊，嗯、啊咁跟住成班小朋友有地就跪又趴又爬，啲、嗯、老師係唔禁止嘅，佢、嗯、哋見到啲蟻。在直一排蟻喺度爬喺蟻竇度，啲小朋友爬曬地追住啲蟻，慢慢睇啲老師在後面教佢哋觀察點樣去拿呢種蟻竇，唔係叫佢殺咗佢啫。嗯，佢由細到大就去同個自然大自然觸。嗯嗯，係啦，啲雀喺度，咁啊啲老師會睇下你有冇啲滑梯，有冇雀屎啊，咁成日咁到時清乾淨，清嘅時候話俾佢知嗱，呢啲係啲雀啲便便啊，即係諸如此類。由細就一起集體咁樣度玩，比賽又係佢哋啲舞都係雙色嘅嘛，都兩色舞噶嘛，冇個人比賽嘅，佢哋全部都係團體合作，咁亦都冇固定團體嘅。今次就呢班人一起咁啊，你哋咧就係反轉佢戴白色嗰邊啦，咁你哋戴紅色呢邊咁，好啦，咁玩白隊贏，咁啊好開心啦，係嘛？但紅隊又唔使緊要啊，因為下次又撈亂咗嘅啦。可能下次你係白隊，或者你繼續紅隊又會唔同。啊咁又比賽啊，紅隊贏，佢哋享受比賽嘅過程同埋個團結合作。呢個由細到大都係咁樣樣嘅。另外就係翻學，咁佢哋當然有暖氣啦。咁除咗暖氣之外，佢哋啲室外啲嘢，加拿大啲父母你唔使著咁多衫嘅。佢萬一個唔小心即係玩感冒，感冒樣嘅就好噶啦。係啊，咁。唔係頭先我聽到最開心就係你放心，放心俾佢通街攞啲嘢摸完再摸落自己嘅嘴度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儲菌嘅過程嚟噶嘛。其實佢要感受嗰樣嘢噶嘛。咁佢唯一感受，因為摸完睇完咬下佢咯。咁你仲有咩感受啊？佢最所以。一個病就全校病嘅，就係咁樣樣咯。可能咬完之後啊，頂唔咬得喎，你試下，即係咁講就第二個又咬噶啦。嗱，同埋內地免疫能力強啦，我哋就話即係抵抗力會好啦，因為佢啊百病百毒嚇、啊、百菌咩嘢常百草啊，神農氏啊常百草，佢哋呢啲係常百菌啊，乜嘢都食得入肚嘅咧。就即係抵抗力一定強㗎啦，因為有個底子喺度。但係咧，即係我特別有興趣個語言嗰度，因為咧而家咧嚇好有趣。嗱，內地咧就話嚇唔準學英文啊嘛，三年級之後先教英文啊嘛嚇。嗯。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嚇，香港你知唔知咧？香港最要補習咩科咧？啲小朋友係補中文啊，因為個個都因為中文唔合格，最叻嗰啲學校咧最弱嗰科就係中文啊，其他啲都有補習咧。喺佢而家嘅幼兒園裏面就出現咗兩樣嘢啦，即係同好多地方都唔同啦。第一個就係話啲老師翻嚟嗰陣時，佢發現咗有個地方損咗或者淤咗，佢會打翻個電話翻嚟。我頭先同佢換片嘅時候發現。邊度損咗嘅喎？咁你要話俾佢知係嗰度點需唔需要點樣處理或者照顧咁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佢會睇到個小朋友啊，佢冇理由嗰度會瘀咗嘅，係咩事咁？咁如果你合理解釋到咧，就如果唔係咧，佢覺得你係會打佢或者用就佢咧，佢會報警拉住你嘅。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喺內地咧，如果小朋友喺個幼兒園裏面。擴傷啊，或者係擴損啊，哇！啲家長會打
敗法律庭，所以你幼兒園乜都唔玩得唔喐得嘅嘛。喺呢度唔係噶，一冚冚完之後，佢話俾你知，唔係打電話，你接嗰時話俾知啦，冚損咗啦咁啊。佢好似冇事發生咁噶嘛，啲家長又冇意見噶，但係佢一定話俾你知，呢個係冚損嘅，唔係打損嘅。嗱，佢唔允許小朋友之間咁樣打交去傷害人哋，但係佢允許你玩嘅時候撲親啊。整崩個鼻都冇所謂嘅啫，反正就係係咯，即係佢個理念唔同。咁至於語言咧，就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以前香港有嘅，而家香港都可能少啦，或者內地根本從來冇嘅啫。好似佢一個班嘅一扎，由以前我仔第一即係佢係五月出世噶嘛，四月入學啊嘛，所以佢咪最大佢咯十一個月，其他嗰啲可能就係、是。六個月啊，七個月啊，嗰啲咁 ，B B 大幾個月，大半年，大好多噶嘛，大佬啊！大佬啊，真係名副其實大佬。佢有個大佢幾日嘅啫，有個大家姐，咁佢大佬嚟，咁佢 size 啊，直情係大佬添。係啊，係啊，係 size 幾安啊，幾安啊變咗。係啦，咁於是乎由學爬。爬都未識，佢學爬學坐開始，到而家個個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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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行。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接触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是德国的夫妇，应该是讲一些很纯正的德文和不咸不淡的英文，在家里，来到当然学日文，你幼儿园，他又懂一些古灵精怪的发音和词，咁有啲係英國定美國唔知啊，佢先生佢太太係日本人嚟嘅，咁有啲咁嘅組合，即係乜嘢語言都有，唔單止英文嘅，乜嘢語言都有。有個嗰、那個應該可能係法國嘅，即係黑黑地嗰啲，因為呢度非洲係冇嘅。咁呢邊法國嘅，咁又娶到個日本女人就整啲嘢。又不是很黑，又不是即牛奶朱古力咁中式啊，你色中式咁啊，系啦，系中式中式咁嘅。咁佢有佢嘅一啲語言兼夾，唔同人種佢哋揾到自己唔同嘅特色。例如嗰、那個係咯，嗰、那個法國嗰、那個黑地嗰、那個，佢係唔知點解一學行。一識得跑，佢就跑得全幼兒園最快，因為佢啲肌肉骨成生，係啊，你基因啊，呢啲叫做啊運動基因，短跑就慢慢係啦，佢就慢慢就喺個羣體裏面，佢可能總結唔到，亦都冇可能總結到啦。但係佢有種嘅感覺，就係唔同小朋友都會有唔同特色，有唔同特長嘅。好細個佢哋就有呢個理念喺裏面，所以。我相信他大個都好會好客觀咁睇到一啲嘢，唔會免自己所難。我一定要叻過你生出嚟，即係好似我哋啲，唔好話我哋咁嘅年紀，就算我哋後生四廿年，後生仔嗰陣時候 ，B B 嘅時候，你點跑得贏佢黑嘅？你話俾我知，嗱唔係膚色歧視，呢個係人種嚟噶嘛？係嘛？咁你點解要勉強自己一定要做到嗰樣嘢？如果唔係，又覺得自己。有咩壓力？有咩差？唔需要啊，係嘛？好似你心算口算咁，你個中國人，你點解一定要同個猶太人去鬥快？頂佢係快啲，咪由佢咯，係咪？咁但係你已經贏曬其他嘅啦。我講係計算，唔係數學。計算同數學係兩樣嘢啊！我數學係好差，我哋淨係識計數嘅啫。咁佢哋慢慢喺咁嘅環境之下生活，咁 OK 咯，同埋。對待動物啊，成日嗰啲嘢，呢度啲動物同埋動物主人又好友嘅，好似啲細路邊係識性嘅啫，追住啲狗梗係追㗎啦，係嘛？哇！一群細路係咁追住只狗咁嘅，咁你個狗主要係一齊玩得咁開心先得㗎嘛？如果唔係嗰啲狗主大意見嗰啲話，點得咁即係放狗咬你咁樣。咁所以我呢個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唔同嘅國籍嘅同學仔咧，即係當然係幫到手啦。即係你話如果喺香港生活嘅咁，有好多家長都可能會選擇國際學校，雖然學費貴啲嚇，即係供養嘅貴少少，咁但係都希望係得到唔同各方面，即係唔同嘅國籍嘅朋友咁啊，就一齊。讀下書咁啊，可能係即係第一語言就英文 T 咁，咁啊細細個就開眼界。咁但係呢啲係喺香港要用金錢嚟堆砌噶嘛。
但係我即係聽落去，原來依啊普通嘅家係咪即係都係日本人又讀得，或者係即係你哋啱啱過嚟嗰啲朋友咁唔同國籍都有讀得咁樣，咁我覺得個氣氛幾好喎，即係又唔需要用一個金錢去供，即係去堆砌嗰件事。好過癮嘅就即係心態同埋嗰個意識啦。我先同你講，有好多內地嘅朋友，包括香港又好，包括台灣好啲，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嗰啲新移民家庭咧，一過到嚟咧，首先咧就個腦裏面咧，會唔會校園欺凌啊？會唔會暴力啊？驚唔識咩文字啊？點樣？我哋要揾佢放去國際學校咁。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入曬貼曬地嗰啲咧，就打死都唔會放去國際學校嘅。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國際學校係佢嚟自五湖四海嘅，但係佢學嗰啲嘢，係好點講啊？好冇個氛圍啊，文化氛圍，因為就係嗰啲全部都嚟自五湖四海嘅人，冇一個本土嘅日本朋友。咁所以佢哋嘅心態就有啲就係我跟老豆過嚟做幾年嘢嗰啲外派嗰啲咧，幾年之後我就走噶啦咁。係啊，咁佢對呢度嘅根，對呢度嘅感情歸屬感係唔強嘅。但係我啲小朋友嚟到呢度唔係第一個，佢全部都係以後都喺度生活嘅人。而家學校裡面就會教佢哋嗱，過幾日咧就係天神祭啦喎，咁有咩傳統啊？咁佢由細係學呢啲噶嘛。咁佢咪知道哦，有咩傳統要著個咩著浴衣，要點樣樣，要點樣鞠躬，要點樣食。佢就算唔明都好，佢由細有個咁嘅氛圍，兼且嗰班係佢嘅朋友嚟嘅。呢班朋友仲要係點樣樣咧？因為我哋都係就近入學噶嘛。呢班朋友可能首先係街坊，跟住就幼兒園開始。好像我的兒子那樣幼兒園讀夠七年或者六年，因為他零歲開始讀的嘛，他要六歲大半才讀小學的嘛，足六年有多。那好了，那小學又是這群人，因為都是這裡附近的小學而已，起碼一半學生是這群人。小學之後中學，我當你又少一半，即起碼佢有好好長嘅十幾年嘅成長，就係、是、對住呢群咁嘅人噶啦。係啊，識嗰啲人係根深蒂固嘅嗰個交情。所以佢出嚟社會嘅圈子就係佢已經有一班佢由細到大信得過嘅朋友。於是乎，你會睇到日本個社會佢傳統好嘅咩好。我成日舉個例子，就我做裝修，好似呢度咁樣裝修嘅。後來我先知道原來。幫我哋做水電嗰個就係阿裝修佬個同學，做完水電做其他嗰啲外牆防水啊咩 kitchen 工程嗰個，又係佢哋個同學，原來佢哋三個又係同學，頂合作咗幾十年嘅。咁我哦咁奇怪一個唔係，我哋好多都係咁樣樣，佢哋好多都係咁樣樣嘅，即係話大家。都是同學就相互關照住啊，相互做啊。咁話你做建築嘅乜乜乜，不如我做裝修啦。咁我呢樣都不如佢做，係咁樣樣一齊就幾十年到老噶啦。咁你要放喺佢哋呢度，你先至學到本地嘅文化，另外就學到一啲基本嘅本地要注重嘅禮儀。然後你會有一班你可以選擇未來做朋友的朋友，兼且你無論是否願意，未來那十零年你都可能對住呢扎咁嘅人。所以點解我哋揀嘅時候就會揀呢一個區去住？呢個區係好標準嘅年青，即係呢個區平均年齡好輕，年青中產。聚居一個區，仲有小朋友啊！最重要就有小朋友，好多小朋友。仲要呢個區的特色就是話，呢啲年輕中產的思想是很開放，有很多佢哋啲小朋友啲媽咪就係點解突然間生個小朋友出嚟就冇啊？全世界去完玩完，我哋都需要定下嚟啦，我揾翻份固定工啦。咁原來佢係由畢業嗰陣時就係、是。屋企開嚟地就一直去全世界，佢都未停過。你啲日本護照好用啊嘛，都未停過。去完翻嚟，我32歲生完個仔，揾份工做啦。
咁咯。嗯，咁你會同呢班咁嘅人一齊嘅話，你啲小朋友開心好多嘅，係啦。嗯，其實以前咧，即係中國咧啲鄉村啦嚇，即係小社區啦嚇，或者小區咧，就有呢個咁嘅特色。同埋咧，第二樣嘢，即係多小朋友真係好重要，因為啲老區咧，我個女嗰度就慘啦。佢初初嗰陣時咧，住嗰個區好多小朋友，好開心。後佢搬去而家度咧，死啦，周圍都冇細路，所以變咗我嗰三個細路咧就真係孤島咁嘅。哎呀！咁啊，係冇，即係攞 Halloween 啊，攞糖都冇，冇細路一齊。啊！但係咧，我今年譬如 Halloween 啊，我今年嗰 Halloween 因為唔喺星期日啊嘛，所以咧係27號咧，我成條街嘅啲細路啊都嚟排隊四圍去攞，已經晏晝啊，因為有學校有剩咧，咁啲家長又好熱心咧，就特登星期日咧嚇係喺個大堂門口咧，家家大堂都整曬，就叫啲學校嗰啲小朋友翻嚟。哇，幾鬼熱鬧咁！咁所以佢哋真係學到好多嘢。不過嗱，我有兩樣嘢問下你哋，即係講開第一，你話嗰個運動體育咧嚇。嗱，而家咧內地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出色。嗱，100公尺蘇炳添9.8秒嚇，唔好講話阿潘俊樂嚇，即係400、200、400嚇，呢個咩嗰個？800嗰個仲犀利啦嚇，但係被罰啦嚇。但係喂，佢自由式以為白人壟斷嘅，而家都追得到喎。咁我又真係覺得呢個係好犀利喎。但係日本咧真係，但係你正話講日本嗰個咧，你又成日都講啊，爸爸。第一嚇運動咧嚇三大球類嚇全部入決賽啊。咁啊呢個體育啦嚇，因為嗰個團隊嗰個精神咧係好突出。第二樣你知唔知咧？諾貝爾獎啦，日本仔啊攞嘅諾貝爾獎啊，年年啊都係啊世界前列噶啊，中國反而冇乜啊，即係人口咁多都。咁咧嗱，呢啲係講日本威水同埋咧嚇，即係我覺得你哋咁嘅住，即係你哋移居日本咧，就真係盡得其精華啦，真係啊！你啲嗰啲小朋友真係好幸福，我覺得佢哋雖然有少可惜嚇，但係時。識講日本文或者用日本文多過一定普通話噶啦啊，或者中文噶啦。啊，我哋係無論如何教佢粵語咯，佢而家粵語講得 OK 嘅，即係佢。係啊，我就覺得好可惜咯，因為啊，而家佢母語係粵語，唔係日文嘅佢啊。哦，咁好啦嚇。嗱，我想問下你，你正話講咧話咧係跌親啊嚇。嗯。碰到損咗啦嚇，成日都有噶啦嚇咁啊。嗱，我問下你，你覺得點啊？我個孫女咧就碰到即係撞損咗個額頭啊。咁咧就喺英國啊。咁咧就嗰陣時我諗3-4歲啦嚇咁。咁咧損咗額頭都幾傷嘅。但係一個醫生咧嚇，即係喺英國咧就睇咗皮外傷冇乜大礙咁啊嚇咁。咁咧就由得佢啦。咁當然佢好翻咧，一定會。但係有個拉。有個拉喺度喺個額頭度。嗯。翻嚟香港嗰陣時咧，香港咧，我啲醫生朋友咧就話咧，有冇搞錯啊？嚇，應該即刻同佢聯針啊嘛，聯針就冇拉噶啦嘛咁。嗱，你做父母，你揀唔揀同佢即刻聯針啊？英國就唔俾嘅，因為咧 英國嗰個醫療制度叫 NHS 啊，佢咧係有好清楚嘅標準咧，同你聯針係要傷到咩程度啊，先至會同你聯針。越俾藥咧，細路仔係唔俾藥嘅，一般叫你翻翻屋企嘅啫嚇。另外咧就咧，譬如我女嗰陣時生 B B 嚇，你啊痛到幾多，你叫救命都好啦嚇，啊送咗去醫院都好啦，佢趕翻你走，因為佢睇你個頸開到幾多度先至肯俾你入醫院嘅。咁我香港啲醫生朋友話：有冇搞錯？咁唔人道㗎嚇！即係人哋真係痛啊嘛，媽媽都話咁啊，你都去到醫院都要送捧翻佢翻嚟咁。嗱，大人唔講，細路仔你捨唔捨得咧？啊，佢唔同你聯執。我而家咪由呢個小朋友，包括我對女都病過啦，包括我媽都病過，即係我係好接受同埋好尊重。首先我是很信任這裡的醫療，就是他這裡的醫療是可以令到全世界唯一一個兩次
遭受原子彈打擊完之後，那些人都依然是全世界最長壽的人。那你想想他醫療的水準可以去到哪裡，有這樣的醫療的水準，有這樣的配置，有這樣的科學的規定，跟著人做就行了。為什麼要這麼醒目，這麼質疑別人的這些東西呢？我這個不是質疑，不過不是，剛才KD舉的那些例子是挺港式醫生的一個，即是醫療服務來的。這個不是港式醫生，這個是很多傳統的華人他的心態，他的要求，即是他們是要求專業人士作出一些他們認為更加人性或者更加專業的做法。你不看回所有專業人士的背後，包括金融、法律，包括成即金融都是這樣，你早五分鐘幫我放了他嘛，那人家有人家的規定，你的指示線，你跟我簽約的時候設在哪裡，人家有標準的嘛，早放違法添，即等於昨天我仔38.2去醫院睇，好緊張，第一時間就幫佢驗嗰個咩咩咩咩鏈咁樣，唔知咩呢期好興嘅嗰只菌，即刻驗，唔係嗰只得，冇事冇得等，啊唔係就冇事噶，就叫你翻嚟陣間先睇，我會俾電話你嘅，你出去玩好咩都冇事啦，燒油佢發啦，係咯咪掟走你噶啦，一個半鐘頭之後有個電話，差不多到你了，你可以過嚟醫院了，即係咁樣咯。咁佢最緊要確保你最緊張嗰樣，佢個指標嗰度，冇事，唔係呢樣嘢得，冇事。發燒細路仔幾咁正常咧？你喺度，然後睇過曬佢所有病歷，哇！佢都發咗一輪燒喎，正正足足，然後就起身去嗰度同另外一個醫生，兩個醫生要商量。一起簽名，先至開咗兩次，只限兩次嘅抗生素，兒童嘅仲要係啲咁多啲撈埋喺啲酸奶度俾佢飲，佢話驚佢苦。你想要啲咁多啲兒童抗生素，要幾個醫生會完診之後先肯俾多啲咁多啲你。喺大陸一嚟到，即刻頭包兩盒，嗱連續食兩個星期啊！呢度唔會噶嘛，咁。邊個先至更加科學咧？咁梗係呢度科學好多啦！即係濫用抗生素，你知唔知內地啲小朋友而家你打乜嘢針佢都百毒不侵？你真係有病嗰陣時候，你唔使教你等佢醫啦，因為冇藥啦，耐藥性好強。咁另一個，另外好似額頭縫針啊，成嗰啲，佢會有佢嘅指標噶嘛？呢啲嘢我對得太多，原先就因為做邊一行都啦，以前啊專業嗰行。啲人話：我大佬啊，佢好傷喎，咁我唔好意思啊。你而家告佢嘅話，你唔協商嘅話，最多都係攞到5%賠償，因為傷極都係輕微傷。好似喺警方嘅傷情鑑定，輕微傷同輕傷係差好遠。喺我哋覺得，哇！啲打到爆曬，成車都血，哇！呢個重傷，但係嗰只係輕微傷，連輕傷都唔算。那個嘢有乜理由？我肯定要識啊邊個啦！打咗佢一拳，佢就輕傷，拉咗佢入去坐啦。係啊，因為斷咗鼻骨啊嘛。你睇唔出嘅，好易斷嘅啫，大力啲自己都捏得斷嘅。咁反咗個手指甲，輕傷，但係哇幾刀啊，飆曬縫，呢度唔超過8針，呢度6針，總加埋唔超過幾多 cm， 即係補翻得漏水，刀啊輕微傷，即係呢啲嘢我哋要。真的相信專業了，即是醫生說他應不應該去縫，因為如果他該縫不縫針的話，有什麼後果，那個醫生除了賠死之外，他連資格都沒有的。所以他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他一定是最專業，不是輕佻的決定，你要相信那個制度。我除了相信他的醫療之外，我更加相信的是那個制度。有些地方是濫用，不行，幫我連兩針。你好少發覺美國啊，或者啲科技發達、醫藥發達嗰啲國家係會連一針或者兩針嘅，即係一針兩針，可能好重要嘅部位啊，大血管隔離咁可能連啦，我唔知啊。你連嚟做乜咧？呢個一個，第二個好似日本咁啲兒童有膠水嘅，真係裂開咗嘅話，一黐啲膠水一貼貼住佢，撳20秒。亂完噶啦，針線都冇嘅，就黐實住佢嘅咋。佢到時吸收翻就冇，你唔使解嘅。咁人哋有呢啲嘢噶嘛，你做咩要求人哋亂針咯？佢都唔識亂嘅。
另外他做的每一個決定你都知道他做的每一個決定一定跟他專業掛鈎，如果不是他就一輩子了。我同意的，日本對兒科呢，即是小朋友呢，零舍是緊張關心的，所以他的決定呢應該 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又你小朋友講完啦，我又想問下你最近日本兩單啊。第一咧就係咧今年聖誕節啦，又係啊香港咧就唔知放幾日就好長嘅假期。咁咧就話咧嚇就訂房咧日本啊非常之困難。咁我有朋友咧就四圍話俾人聽，佢話你千祈唔好代人訂房嚇，你唔好話俾人聽你幾多錢，因為點解咧？你代人訂房的今日同聽日嘅價錢可能差好遠嘅，你訂嗰個價錢咧，聽日咧可能就 book 唔到啊，冇房添啊嚇，即係有都貴咗好多嘅會，所以人哋會覺得你啊掠佢水啊，或者係啊唔幫手啊乜乜嘅咁，因為咧你知唔知心美啊商台嗰個 DJ 啊，知，所以佢話咧今次咧你千祈聖誕節啦，唔好亂應承人，代人哋訂房嚇，飛機票都唔好講啦嚇，嗰啲啊即係自己搞啦，訂房好多時候住埋一齊啊呢樣嗰樣，你訂咗佢又話跟埋你啊，咁啊你同我訂埋得唔得啊？千祈唔好搞，因為咧嚇海鮮價啊，而且係。跳得好犀利嘅咁嚇，係咪咧？你已經開始感受到呢一樣嘢啦，呢個第一個問題啦，要問下你啦。你呢個好簡單一樣就係，我從來唔會話我幫你揾房，唔係我幫你訂房，原因好簡單一樣嘢，係因為我自己做咗酒店咁耐，我好清楚而家好多人唔知嘅話，包括日本係泰國係快呢啲旅遊發達嘅國家都係嘅，就係話。你想象唔到如果我你哋兩位，我哋咁嘅關係先算啦。你話嚟日本 ，OK， 我會推薦你去邊間酒店？我會俾兩到三間你揀，嗱呢兩三間。原因係乜乜乜乜？咁如果啱嘅咧，我俾埋拎你。你自己去睇地方。但係你要用翻你喺香港嘅。平台或者方式或者 IP 地址上網訂，點解咧？兩樣嘢，一好多人唔明白嘅就係我而家 working 去嗰度幫你 book 間房嘅價錢係一定唔夠你喺海外上網訂嘅平，好多人唔明嘅，即係我而家走到去酒店前台餓實住個大堂邊，你下個月三號你俾間房我咁都好啦。點解咧？嗱，我哋成日都以為 walk-in 係最平噶嘛，係咪？梗係唔係啦？湯硬啊！呢個 walk-in 湯硬啊！有啲朋友係咁樣噶，有啲朋友咧喺日本去到日本咧，因為知道 walk-in 咧金硬咧，佢用翻個 VPN， 跟住咧就係當喺香港訂嘅。而家啲 VPN 個宣傳其中一個功能就係咧，大家放心啊，你喺海外咧都可以用一個上翻去當地，即係一個比較平嘅，你又唔知係可能香港添嘅喎。可能去美國又便宜啲，佢又用翻 VPN， 又喺美國個網站嗰度訂翻你間酒店，又得啫。咁嗰啲係，所以係平好多嘅。首先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個原因啊，即係自從有咗互聯網呢個咁嘅東西啦，可圈可點之後咧，啲酒店咧就會經常包括連鎖酒店好，包括成個都好啦，佢都會經常去同。一啲平台公司合作嘅做推廣，無論係平台搞活動排名啊，或者同一啲平台，因為平台後面亦都會捆綁好多旅行公司，佢哋會有機加酒啊，有成咯，即係佢有好多服務，所以佢簽咗一份約係咩咧？就係話我優先俾某一個平台係我酒店嘅百分之幾多嘅房，我優先又俾邊個平台百分之幾多，佢唔會一家平台包。曬佢嘅，好啦，咁但係有啲酒店簽完之後，佢出嚟唔係所有酒店簽完之後出嚟結果就係都會確保嗰個平台係會一個相對最低價或者係最低價，即係阿 KT 你個 ABC 平台，阿 Kenny 嗰個 EFG 平台，
我都包曬俾你啦。我喺酒店就一半房俾 ABC， 一半房俾 EFG。OK， 咁我都係同樣價錢都係咁低，你哋去處理。咁但係我要確保係你哋係最低。咁於是乎咧，我點都好，你 working 都好，我都要貴啲。呢個一個，即係等於係你係即係叫做咩啊？總經銷，你係總經銷，你已經係嗰間酒店嘅總經銷啦。OK， 你批發落去點樣樣，你嘅事。OK， 甚至我咧要配合你咧，就要立翻一個高啲嘅價錢，等人哋更加多去你嗰度訂。咁然後我哋嘅關係先會密切，都會有互動嘅。呢個一個，因為你可能會俾翻啲回饋我啊，或者係有啲承諾。你因為長包嗰度等於係 OK。咁如果長包房嗰啲唔使講啲乜，梗係你啦。咁 working 唯一一樣嘢係好嘅係咩嘢咧？就係話 working 就係有啲酒店係三點鐘入住嘅，佢會同嗰個分銷傾就係話，我個有效當日有效時間係兩點三十分。或者是三點，或者是三點半，我不知道，間間酒店不同啊。咁如果你即係晏啲，譬如佢四點零鐘去嘅話，可能如果佢有房嘅話，如果即係前提，如果佢有房啦，可能你就會攞到一間相對平啲嘅房。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同阿 Kenny 好，同阿 K 好簽嘅約就係話啦，譬如今日嘅有效期接房，有效期可能就係到兩點半嘅啫噃。兩點半之後，咁你就唔應該接今日嘅房啦嘅訂單啦，因為我都安排唔嚟。咁就今日有幾多間房，你就包完就剩低嗰啲就完嘅啦，同我處理咁。好啦，咁我係有呢個處理權。但係既然都係咁嘅話，通常啲人嚟到之後，我都話你不如都係上個網度，即係上你哋兩個試一個，咁樣再拎翻入嚟啦。我等你一陣。嗯，都係咁嘅啫。嗯。明白呢一樣嘢，即係因為嚇嗰啲平台又好，旅行社又好咧，佢係大量購入咗，然之後自己再賣出去啦，可以有平價啦嚇。咁咧就我都唔問你啊，有個咩 T 字頭嗰個平台咧，又話同你格價係咪係得咧嚇？即係成日都話啊，你900蚊入到嗰個先得。格價平台有好多個，有啲咧就純格價平台。佢嘅功能就係話嗱，我就攞曬咁多平台嘅報價，你就喺我度就得啦。咁呢啲平台有咩好處咧？就係好快你就知道邊度最平。嗯 ，OK， 即係好快邊度邊間最平。咁佢唯一就係你要參考我呢個平台嘅價錢喺我喺度訂。咁佢其實就攞到人哋嘅資訊，自己揾錢嘅啫。佢唯一優勢就係，但係呢啲平台往往都冇同啲酒店簽好合約嘅。是啊，好容易甩碌。嗯，系，所以啊，深美嗰啲啊唔出奇。唔系，系成日，唔系好容易，系成日甩碌。成日甩，咁啊成日甩碌啦。OK， 咁另外咧就系话，有一啲平台咧，其实我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佢都信得过，你合作开嘅咧，你喺嗰度累翻啲积分啊，整翻啲嘢咧，你就揾翻你固有嘅平台。嗯，咁样系最稳阵嘅。一個，第二個，如果你我唔係啊，我九成，你都既然係九年先出去一次嘅話，你就唔需要慳嗰二三十蚊啫嘛，即係貴唔貴得幾多嘅咋，老友，平唔平得幾多嘅咋 ，OK， 你係咪要慳嗰啲咁多，冇咁大危險？你不如揾個直接，即係好似頭先我咁，我包咗俾兩間公司，你就揾嗰兩間公司做就算啦。咁另外一個點解我話唔同人地方就係，因為我要嘅係。我要同你訂房，嗱，好似你兩位咁，我就啊，你將你passport 第一頁啊兩公婆嗰頁俾我啊咁，因為我要輸入你哋嘅資料啊，我先，因為到時你又要去對，咁特別日本呢啲鬼地方，冇乜事你都唔好攞人啲咁私隱嘅嘢啊，你做乜鬼嘢啫？咁雖然我啲朋友信得過我，尤其我以前法律方面咁，你係有我乜嘢你都唔會講嘅，係一回事。但係咁樣唔係咁好啊。嗯，即係我攞人哋呢啲嘢唔係咁好，即係我希望即係大家會理解呢啲嘢，然後唔好怪啲泰國朋友或者怪啲日本朋友。頂佢幫我訂間房，好似我俾翻錢佢咁啱啦，唔係呢個回事，請你都冇問題，都使幾錢？而家唔係呢個係
啊，好多呢啲咁嘅攋嚿嘢，同埋日本唔好話訂房，無論訂房亦或訂餐，啊，泰國都係啦，好怕好怕啲朋友就係甩底。有很多朋友是沒有這個意識，他就訂了，哎呀不行，今天好累，實在趕不上，我們隨便吃點東西，你幫我取消了他，頂不是我幫你取消的問題，第一個我的誠信 是沒有辦法 去解決的，就是 我今晚不來了，這樣很大問題。是啊，那些人就當噏咗就得噶啦嚇，你同我執手尾噶啦，咁唔好意思咯，唔好意思咯，話仲有個攞字添㗎，係啊，攞改聽晚咧，唔係改聽晚咧，即係嗰啲咁咧，我頂你傻啲。喂，嗱咁另外一個問題啦，有人咧就話咧，喂，你如果上網問咧，啊，就會因為嗰，那個電腦就會知道有了個查詢，它又會調整價格的，即是多人查詢，你走去 check 這樣 check 那樣，你再回轉頭問的時候，它知道你又問第二次，你興趣又大一點，於是又會提價的，會不會有這個現象？很多人相信這件事，不用相信，是一定會有的，大數據來的嘛。另外一件事就是說，說回航空公司和房客，咁航空公司包括機票，佢都係包俾呢啲咁嘅平台去幫佢 sell 嘅，所以係會有大數據。而呢啲平台點解可以攞到呢啲好低嘅價錢咧？佢係每班航班佢都買位嘅。嗯，我先買你幾多？喂，我買嘅喎。於是乎，如果你問我去訂位嘅話，我真係再次同咁多位朋友講聲，航空公司係有自己網站嘅，嗯，大家可以去航空公司嘅網站去訂票嘅，嗯，佢未必係最平，嗯，甚至佢可能喺內地咁，佢可能貴過你攜程啲咁多多，但係永遠記住幾樣嘢，第一個，你多啲留意呢個網站，得閒去打開佢睇下，誒，佢可能有活動嘅時候咧，係超平，嗯，係公司直接對客嘅活動，呢個一個，嗯，第二個係你多啲同呢間公司直接發生關係，咁，嗯，你呢個會員，你嘅積分，你嘅行動，佢會經常發覺啊，你條友出嚟都直接揾我訂嘅，我直接推俾你。嗯，佢都會有佢嘅團隊喺度同你做活動。另外最保障嘅咩咧？萬一有乜嘢事，你係直接喺航空公司訂嘅呢批人，永遠都係第一優先。啱，即係話有時超賣咁，你放心，我係航空公司買嘅飛，佢超賣一定訂走嗰啲平台嘅。嗯嗯，呢個一定嘅。嗯，啊，呢個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好像去北海道，我解啲大家熟嘅嚟講，哈爾濱，即係呢啲大雪紛飛嗰啲嘢咧，三部機夾埋兩部走，大雪好多時候停機或者成班都咪只能佢一班，好啦，咁你係航空公司嗰啲咧，一定係走先，一定係優先嘅，因為第一個佢同你嘅直接關係咧，第二個。你會想得到那些平台，有個最合理的要求，就是說他停飛，我包多你一天房，捆綁多你一天，訂多一天房，喂，他是有錢賺的，嗯，即是你走不到又不關我事的，我幫你訂了飛，你那班航班走不到嘛，現在就訂不到，那就訂多一天房，或者訂多五天房，那就又走了，所以他點都會優先一些，於是乎如果你是一個行程啊各方面規劃得比較細緻的人的話，我覺得你是直接跟航空公司發生關係，嗯，直接跟酒店發生關係，嗯，而跟酒店發生關係之前，你要留意到，哦，我跟希頓先算啦，我揀啲好大牌子，就唔好話我賣廣告啦，係佢需要我幫佢賣廣告啦 ，OK。你同希頓發生關係，你仲要查翻佢嘅血統啦。嗯，我係直接同希頓發生關係，定還是我應該同希頓酒店管理集團發生關係呢間公司？哦，原來
我應該同個總公司發生關係喎，因為如果萬一有一日我好很有錢，我可以住埋喺杜夫，又係希頓嘅喎。啊，希頓仲有幾個高端品牌喺邊度有？啊，今次我去邊度啦？咁你不斷同佢發生關係咧，無論你係最高嘅，亦或最低嘅嗰啲積分都係你。嗯，佢仲會掛住你，甚至你會有意外驚喜，就是、例如好似我之前。女公婆係都係中意住 Under Tower 嘅，咁我哋就係佢嘅 member。咁突然間去到嗰度，因為我哋之前講咗個大話，即係嗰陣時同阿少婆就提咗同佢講，我哋結婚周年啊，咁幾月幾號咁，嚇佢好開心啊！即刻當你誒貴賓，間酒店一啲都唔貴，佢整咗天鵝喺個牀度鋪滿曬花，係啊，成牀花噶，我試過食曬朱古力，然後有隻香檳喎。佢送俾我嘅嘢貴過間房，因為我哋嗰次住嘅係喺吳哥窟嗰間超豪華啦，喺阿德泰華附近嘅。好啦，問題就嚟啦，就係、是、每年呢個時候，即係我哋曾經都你報告嗰、那個每年呢個時候。有一次我哋去邊度啊？去泰國，又去住 Under Tower。因為佢點解咁好笑咧？佢哋對住我笑得咁開心嘅，又箍花圈，唔係嗰啲花環菜，係整日零舍熱跟住我哋一醒起，哦係啊！一兩年前我哋整過一鋪，就係呢個時間，佢係會記住曬嘅。嗯。他是會記住的，咁呢啲咪你要同佢直接發生關係先得。如果你同平台係冇呢啲嘢，嗯，一係唔係同埋平台仲有個啲壞處，即係阿森美其中一個個案啦。即係啲平台咧，其實佢好多就可能我而家叫做 AI 或者咧，即係廿四小時會有人回覆你。但係喺呢個地域差距，即係譬如時差咁計先啦。你過嚟美國咁樣啦，即係有啲咩事咧？哦，你打翻香港，香港冇人聽嘅喎。即係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其實阿彭媽頭先講緊嗰個大數據咧，而家有好多嘅軟件個設計程式咧，係只係幫你揾到最平嘅啫，即係而中間嗰個關係咧，係冇人與人之間嘅接觸添啊，即係嗰啲中介只係用咗一個軟件去幫你揾到最平。跟住你而不停撳掣，佢就幫你訂到一啲嘅好似係機票或者好似係酒店。OK。這個呢好多人信以為我訂咗啦，其實你冇 confirm 到嘅，嗯，即係唔係人啊，條 AI 幫你做添啊，呢一個行為，咁你會變咗咧，就係有啲咩事咧，你冇人對口嘅，嗯，即係譬如我當你去到機場嘅 counter， 哦，你打開嗰間公司問啦，我哋唔清楚嘅噃，咁你又唔怪得個航空公司嘅喎。因為大家喺度 book 嘅啫嘛，即係究竟你係輪第一啦、第二啊，定係第三啊？咁所以啊，彭彭頭先呢個方法一就係同航空公司同酒店直接發生關係。第二，其實啲 app 咧，大家都亦好多喺網上邊，你求其撳就得噶啦。即係嗰啲上唔到機啊、冇房嗰啲，好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嗯，你麻煩而家今時今日，你信翻一個叫做咧人嘅 agent， 即係佢哋而家已經係被呢啲咁嘅軟件打爛事打到咧，佢都覺得自己又冇尊嚴嘅，即係越有老字號嗰啲咧。就冇辦法，喂！我話你幫人 book 機票，成個 package 幾錢啊？我賺你$80嘅咋，嗯，$80，好啦，啲$80包含啲咩咧？可以係包含佢已經係同酒店或者同航空公司 confirm 曬啲嘢，你肯定係有呢個 service 嘅，你肯定有屋住。講多樣好卑鄙嘅嘢俾大家聽啊！可能得罪好多人。頭先阿 Kimmy 一邊講嘅時候咧，我就。一邊諗緊，我應唔應該講呢樣嘢咧？咁我諗緊呢樣嘢啫。諗下諗下，你個仔仲細喎，佢個仔仲細喎，可唔可以唔講啊？講樣好卑鄙嘅嘢俾大家知，即係譬如阿 Ken 爺同阿 KT， 你哋都有一個平台賣緊機加酒，即係話東京想。京都上行業咁先算啦 ，OK 機加酒。阿 Ken 爺嗰個都係七日六晚嘅嗰個團，就住兩晚大阪，四晚呢個京都咁。你哋兩個都係，咁你哋兩個大概咧都係賣 N 價錢啦。N 呢樣嘢就一個唔好理佢啦，一個 N 價錢咁。
咁我係冇嘅，我呢個平台係冇嘅。但係我都會放，只要我放上去咧，咁所有其他嗰啲數據都會收集噶嘛。咁我咧就放一個有，仲有一位係 N 減千五港紙咁先算啦，平過啲千五蚊。得一位放上去，咁就俾所有。所有數據都見到，哇！這個冇辦法啦，呢、這個真係真係平。哇！那個平台得喎，我是拉客過嚟嘅啫。因為第一個 A， 你冇人一個人嚟噶嘛。因為我機票得一張，咁你都係得個睇字嘅啫。好啦，萬一有一個人嚟咧，咁我 OK 唔緊要，我後面做個保護裝置，你咪點擊咯，點擊啊，整嘢啊嗰啲跟住。點解大半跟住個叮一木賣咗咯？咁一個人你真係俾人搶咗，你得唔得嘅先？合理噶嘛？合理噶嘛？咁但係喺你呢個有效嘅消費者嘅心目中，係建立咗同我嘅關係同埋信任啦。因為第一個資料你都輸得差唔多啦，第二個你覺得我呢間嘢平喎，下次留意下佢先咁跟住我做嗰啲嘢咯。咁我做完呢樣嘢，你估你哋兩條友知唔知啊？知都知啦，頂有乜理由啊？呢條線我包機位我包曬噶啦，佢頂佢咁嘅，下次到我做嘅時候，你會點啊？你又咪做呢啲咯？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嚇，呢啲咁嘅奸嘢啦嚇就唔好講啦。咁啊，下節翻嚟講啲啊仲得意嘅嘢嚇，一陣見。OK， 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